Yvonne Channel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，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在上一个影片呢，我有跟大家提到这个 Seven Skin Method， 然后问大家有没有兴趣想要听我分享这个东西。那我收到了很多的留言呢，都叫我分享这个什么叫做 Seven Skin Method。 其实我一直以来呢都很好奇，为什么韩国女生的皮肤可以这么好，化妆这么的服帖。直到最近呢，我就看到一个韩国的 YouTuber， 然后他就有分享这个七层的皮肤法，就是 Seven Skin Method。所谓的这个七层皮肤法呢，就是化妆水湿敷啦。大家都知道补水是在护肤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只要皮肤有充足的水分呢，就能够达到油脂平衡，可以减少痘痘啦，还可以减少痘疤。那当然你的皮肤有保持水分的话呢，皱纹也不会这么容易出来啦。那 Seven Skin Method 是怎样的呢？就是把一层一层的化妆水拍入你的皮肤，直到底层的皮肤呢都喝饱水。好啦，那现在呢我就来示范给大家看如何使用七层的化妆水。那今天呢我就会用这一支化妆水来做示范，这一支呢就是 Age Intense Treatment Essence，大家也把它称为神仙水。这一支呢是我看韩国的 YouTuber blogger 都非常推荐的这个神仙水。那他们的一整个 Age Intense Treatment 系列呢，在日本畅销排行第一哦，都是在做口碑的产品。最重要，他们这支 Essence 呢有大米发酵原液，高达 95.7%。 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出了340ml 超级大支的，可以随便用。好啦，那我现在呢就用它来示范吧。第一层呢就是先把这个 essence 倒在化妆棉上面，然后呢从内到外抹。然后第二层到第七层呢都是一样的手法，先将 essence 呢4-5滴打入手心，然后轻轻的在脸上拍，下巴、额头，不要忘记颈项哟。它很快就吸收了，吸收了之后呢再放第三层。现在呢已经完成了第三层，那一直到第七层呢都是同样的手法。现在呢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七层的皮肤法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分别？我的皮肤直接就是光光的，然后大家看一下光泽，这个就是吸饱水的皮肤，真的感觉皮肤现在充满了水分。那大家都知道呢，我一向来都不太喜欢香料很重的护肤品，这一支呢它是完全没有味道的，而且它的那个服帖度非常的好，我相信如果等一下我有化妆上底妆的话，一定会非常的服帖。所以我在这里为什么韩国女生皮肤会这么好了。好啦，那分享完了这个 Seven Skin Method 给大家之后呢，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保养程序。那我近期呢都是一直在用他们的这个美白抗皱复活系列。好啦，那首先呢我就会先用他们的洗面乳，那我现在会在手心上挤一点，把水搓泡泡。好啦，我先去洗脸。那之后呢就倒这个刚刚的 essence 在化妆棉上面，一样也是从内到外这样抹开。接下来呢就是用这一支 ampoule， 然后把它滴在手心，轻轻的拍在脸。之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乳液，然后也是做一个轻轻的按摩，把它完全吸收。好啦，那就到了
了我最后一个保养步骤了，就是这一个面霜。那这个面霜呢，它比较滋润，那皮肤属于混合性肌肤或者是偏油性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当做晚霜来使用，打圈圈按摩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我平时保养的步骤啦。那其实每一次保养完呢，看到自己的皮肤亮亮的、水水的，就很开心。好啦，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。那如果你们有什么保养的问题，或者是关于产品的问题呢，都非常欢迎你留言让我知道哦。好吧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